这个订单是4,100元，台币算起来的话97块。走路订单的话，不会给我很远的地方，大概都是从这里到这里。到了店哦。在韩国也是基本上摩托车外送最多，但是在韩国也可以选走路外送、骑脚踏车外送、电动滑板车外送，或是开车外送。走路外送的好处是一边赚钱一边运动。如果摩托车外送的话，我就没有摩托车嘛，所以也要买摩托车，然后要买保险，也要加油。最近这个油费很贵，目前我是打工作的，一天顶多工作3到4个小时而已，所以对我来说花很多钱买摩托车这些是我觉得不划算，所以我先走路外送试试看。来了第一个订单，接下来那去哪餐吧，就是旁边而已，隔壁那一栋。到了餐厅就 APP 上按这个，我到了餐厅。要送餐，地址也不远，你看，从这里到这里，也很近。这个订单是4,100元，台币算起来的话97块，这样子走路赚97块，还不错吧？如果你选走路外送的话，这个 A P P 给你的订单是大概走路1公里以内的距离。现在我在这边，大概这样子，不到1公里的很多餐厅。这个过马路，这样子。这边是都是很多办公室跟大楼，所以走路订单的话不会给我很远的地方，大概都是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都很近。在哪里？我看一下，是金达啊，去接吧。99.99K。要送到就是那个大楼。刚才那个订单也是4,100元，台币算起来一样97块。下一个订单是汉堡。就是这个大楼的4楼。按送完，对。4,100元。在韩国最多人用的外送 APP 是배달의민족，然后第二名多的是쿠팡이츠。我这个两个 APP 都有试试看，对我住的地方来说，배달의민족的外送订单比较多，然后价格也比较好，所以我目前是利用这个배달의민족APP 外送。这个배달의민족跟쿠팡이츠简单来说就是跟台湾的 Uber Eats 还有 Foodpanda 这个类似的 APP， 类似的公司。这个大公司对我来说是蛮适合的，因为这个工作的时间是你自己选的，所以就比较自由。现在对我来说，我要一边顾小孩子，宝贝要送幼儿园，要接他回来，然后我现在住在韩国是断气的，几个月后就要回去，所以很难叫，full time 的工作。接到了订单了，这个订单是돈가스。你们 pick up 呀？什么车呀？台湾的饮料。안녕하세요부활주일이라서저희가교회에서네네계란삶았어요맛있게드세요아예그냥주시는거예요네네아예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예감사합니다네감사합니다예예예베라Lucky 拿到了，
蛋跟巧克力。4月17号就是破坏者的关系，Q 会的人出来发蛋给小朋友们。我也是小朋友。现在是大概1点多，这边开始订单变小，所以我要换地方，先买一杯凉杯咖啡。안녕하세요순대꼬치하나먹을게요네아이거개인유튜브예요사장님나와도돼요아제가말하는데 제가말해일단찍으면서하니까잘많이못했지커피하나사서갈게요잘먹습니다네잘파세요안녕하세요아이스아메리카노두잔주세요김사장커피한잔해大概这个时间订单变小的时候，我就去我朋友的餐厅那边，然后帮忙他外送，因为这个餐厅是专门外送的餐厅，没有开放。然后我到那边的话也是一样，大概1公里里内的订单他就给我，那我就不用通过 APP， 然后我直接帮他外送，那这个外送的费用也是比较高一点。내일모레부활절인거알아그래가지고봐봐앞에서교회에서계란나눠주더라고와계란그리고초콜릿그리고요구르트아오늘너무폭이없어어제날씨가안좋았잖아그리고오늘날씨가너무좋아지금밖에금요일이잖아또그러니까사람들저녁에퇴근하고다나가서놀려고오늘점심에돈아끼는거같아맞아맞아공룡빌라가도땡큐땡큐너카드계산이야좀더확인하고우리갔다올게요好，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非常感谢今天也来看我们的影片。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订阅、按赞，拜拜。台湾达人秀推荐这个优质的创作者，你有发现其他争取造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